事简情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请各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婆罗浮屠佛塔，南无历代祖师，愿发菩提心，愿体证空性，愿圆满大悲，愿佛法满法界，愿众生得离苦，愿所有冤亲债主、附近亡灵同享功德。好，请放掌。佛教叫因缘殊胜。我也跟各位一样，虽然我来好多次，但是都没有在这边办法会，而且餐厅、住宿、佛塔全部聚会，更重要的是各位穿一样的衣服，短期出家，所以我曾经有一位老法师给我说过，这个佛塔是谁盖的？是佛陀自己化身再来盖的，所以叫千百亿化身啊。他说佛陀曾经六次化身，所以就他自己到印尼来弘扬佛法，所以从构图、募款、建设、完工都是佛陀亲自圆满。我想对整个世界就势必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。那刚刚下午我们去的那个很庄严的佛塔，那么是为了供养佛陀的化身来这边弘法所造的，所以不太一样。那在我们佛教里面，中央毗卢遮那佛代表的是降伏的力量，所以它叫光明遍照。手转法轮，这个转法轮就是断烦恼的意思，断轮回的意思啊。所以也愿众生以菩提心来断除自私啊，以慈悲来降伏自我。所以这么说的目的，当然我们要去就是接到这个法，这个最重要啊。因为佛塔也好，佛像也好，毕竟透过时间空间会变化，但是不知道它意义的人就把它当作一个观光点，当然佛教徒当作一个信仰的地方，但是我们修菩提心的人，为什么叫这个心？那我们就必须用这个觉醒的心来转化自己。当然大乘佛教目的呢，它是菩
普度众生，光明遍照普度众生。但是你要普度众生，你自己一定要时时刻刻保持在念一下转法轮的心态。那这个转法轮就像开冷气一样，因为你不开电灯，马上就暗掉。你必须要这个电灯是阴电阳电，啪啪啪啪一直在，它是不间断的在动。所以我们的心必须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，我们的心必须时时刻刻保持在转法轮的状态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曾经说一句话：“我以无量的生命，永不退转的去征服了内心的贪嗔痴，才能够用慈悲与智慧去转化这个世界。”所以心中有法，当下就是佛；心中无法，当下也不是佛。那我们只是时时刻刻必须这样记住自己，就像婆罗浮屠，那我们叫陀罗尼，就像各位这样，你们我们念咒就知道，中间种子字，那么哈那达那多罗耶，那么阿弥陀佛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就整个陀罗尼啊，那陀罗尼就是佛陀的心的意思啊。所以我们阿底峡尊者说塔为佛心啊，所以佛塔就是佛陀心灵的显现。所以但如果你去不丹看，也有类似这样，他们把它建成108塔，是一个皇后盖的啊。是因为那个时候国家有战争，那皇后就发这个愿，盖这样子的类似这样的塔，希望以法的力量来消除这个战争，因为战争对自己人也好，对对方也好，都是最大的痛苦。所以简单的说，我们来佛塔也是要把这个塔放在心里面，好不好啊？那随时在动。所以简单的说，这个塔对整个法界它都还在动，因为所以叫什么来清净法身啊。所以毗卢遮那佛代表法身，佛陀是一个化身啊，但是就永远永远的要在这个世间转动。所以各位应该把这次来到佛塔面前，是希望把这个佛塔的这种光明遍照，乃至呢种种具足，也不是一个佛塔，因为众生有84000烦恼，你就有84000的法门。就像观音菩萨的大悲咒为什么叫84句啊？所以就像药师佛为什么十二药叉大家各有7000眷属，合起来就到84000的意思。因为众生有84000烦恼，所以这个烦恼就有84000法来对治。所以这就是佛法存在的目的。所以各位不能休息，不能偷懒，休息一下去谈个恋爱再回来，休息一下就去享受一下再回来，这个就没办法啊。所以就像人性里面最脆弱的感情，你这个你都要自己要想办法调伏，不然你就会想要有一个安定的一个感情、家庭、事业，我想这是不可能的。就像现在的世界资讯那么发达，每天报纸一打开就是一个对立、不安定、混乱、不清净。所以这个就是佛陀要在这个世间示现的目的啊。所以当然对我们来讲一样，就像各位一下头痛一下脚痛一下怎么样啊，随时随时都有状况，太热太冷如何如何，我们这个身体从出生开始，包括从妈妈怀孕开始就不安定了啊。所以一直到死亡，死亡还在继续做更大的轮回。所以我们这个身体也好，世界也好，叫做什么来念一下？存大苦聚，就是
真正最只有苦的，纯苦的，就是像那黑咖啡，纯苦的，大苦聚会在一起。但是你不要，当然人都想要从这里面去找一点快乐嘛，苦中作乐。但是各位要相信佛法，真是如此。念一下，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啊，这是一定的。凡是存在的一切，都是生灭变化苦的，没办法掌控的。当然所谓调伏，那各位就要恢复了，恢复清净，恢复法身，要恢复空性，乃至恢复所谓的菩提心，啊，因为菩提心是以空性为基础，以慈悲为根本，去圆满的。那当然你就要一直告诉你自己这样。就像说今天你来印尼，你是个间谍好了，全世界人都要杀你，但是你要伪装自己，不然你就会被杀掉。所以那你要去救你的家人，假设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你不可能说在这里边可以找到什么，因为人家只要知道你就是杀人。就像我们年轻在看那个第一滴血是吧，所有的警察都在抓那个男主角啊，每天都在追杀他。所以在这个世间，我们像过街老鼠一样的苦，这个要不断的去思维这个道理。所以佛陀说修行就有一点像一个山上的溪水，一个木头放在这个溪水，它如果要流入大海，千万不要搁浅啊！但是如果他喜欢上什么，他就搁浅了。就像我们在轮回的过程里面，念一下，一点都不污染。但是各位现在有污染，牵手，牵着爱人的手，啊，抓住什么东西啊？当然，那不做这些也不行，只是说不执着的去做可以了，啊，空的意思不是说什么都没有，你要有钱，你要有感情，你要有能力，那这些呢，千万不要被它染上，只是应用它。就像这个身体，如果你去执着这个身体，那不可能，因为它任何时间都在变化。所以，但是我们要淡念无常，利用这个会变的，找到一个不变的真理，永恒的爱。那你要去思维。当然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了解佛法的意义，所以我们要来得到佛陀的加持，佛塔的加持啊，得到佛像的永恒的加持，乃至从经典里面，从佛的语了解佛的心的加持。当你在读诵经典、修仪轨、念佛，保持这个，但是目标只有一个，让所有众生都脱离轮回，因为众生都是我们父母。目标不是成佛，成佛是一个方便。哦，就像你读医学院，记住这点要记住，有些人抓错目标，读医学院目的就要成为一个医学专业博士，博士干嘛？开始医病人。不是定在我就是要成佛，然后我发现很多人定错目标，很精进。他成佛要干嘛？就是要成佛，但是他忘了目的要度众生，不是等成佛再来度众生，因为成佛的过程是一种惭愧的在度众生，自己就像我们大家自为度先度他。我们现场呢，我们不是成佛了，但是我们就在点灯了啦，施食啦，甘露时我们就一直在做了，出钱了，出力了，因为离开了，舍弃了众生。去追求佛法叫魔法啊，但是你做了百千万亿的功德善事，但是又不能执着，叫思维空性。所以菩萨不能够离开三轮体，往往一切都是虚幻的空性，却积极的在努力，一点都不执着的，却用尽生命去利益众生。
所以一点都不执着，那就是智慧。那你要降伏，降伏，我们叫调伏内心，调伏烦恼。但是调伏的目的，累积广大功德，是为了调伏众生的所有烦恼。那所以佛陀用一个手印，那你要从这个手印去了解，那为什么会烦恼？因为众生都在无明缘醒十二因缘法，所以要转过来，无明灭则醒灭。众生都在缘起缘灭缘生，所以各位念焰供的时候，在念是物无缘。你要了解，不要再执着，不要再无明缘醒爱染或业苦一种。所以你要断烦恼，不造业，而且要如何引导所有生命都如此。所以我认为，就像各位，我们是华人，那大部分这边是印尼人，一两亿。但是你要想，那我们怎么帮助印尼人，让他们最后都可以解脱成佛？那现在你不可能用你的语言，乃至我们华人的身份，那至少你要用你的心，这样。那我也认为，在印尼的人一定过去世跟佛法都有缘，只是这个因缘吧。就像我也曾经做过基督教徒、天主教徒，我都很喜欢。反正有在拜拜、有在念的，我都会去。这样从小就是这样。道教徒，我什么都参与，因为我相信不能光读书赚钱啊。但任何事情，所以我从小就是这样。我妈妈一生病，我就会跑去我们那时候保生大帝负责医生跟他讲老半天，这样，因为我相信。要考试的时候，我的学校离孔子庙就在隔壁，我就会跑去跟孔子讲老半天。各位，这个习气也要养成啊，就是对信仰的虔诚。这个有什么好处？就是不太相信自己。一个人没信仰，就是他只相信自己的看法，但是偏偏又不圆满，所以处心积虑要去完成什么，那我们就轻松了。我们按只要佛陀已经把圆满的答案完完全全的告诉我们了，你只要去遵守就好了。所以佛法叫轨，像铁轨一样，轨范、轨池，你就按照这样就到了。所以当然，就像各位今天住在这边，你要一起去思维，而且今天后面这个光是用钱买的才会亮。我们买了两个钟头啊，不然就乌漆嘛黑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他们这边都算好几条、好几条的啊，所以这样摄影师要多拍一下，我不重要，那个重要。所以我们很喜欢在每一个佛塔一晚上就把它点到天亮，这样，这个是功德力太大啊！而且经典说，能够恢复旧佛塔，比造新的佛塔百千万功德都还大啊！为什么？因为旧的有加持力啊！所以各位，当将来有机会，所以我们在很多地方。如果那个地方可以让我们签电，每天晚上多少钱，我们都会去付电费啊，让它永远亮着。当然不是为自己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发菩提心，目的就是为了众生啊，你要累积这种力量，也要让佛法之光永远都遍照在这个世间。当然，所谓学佛，就是学佛这种心量，如何承担起整个宇宙世界法界众生离苦得乐的责任，所以这个叫菩提心啊。所以那我们要一直这样去想，但是为了要得到一个有力的菩提心，各位要多供养圣境，所谓叫佛塔、旧佛塔、佛像，亲近佛经，亲近三宝，亲近善知识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这个小小的火一下就会熄掉。菩提心灯，大慈悲为由，大信愿为助，大智慧为光。我要各位
拜托各位把这个佛塔的光，今天花的钱呢、啊，全部融入在你心里面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以后不管你点一个灯，点一支香，这个力量进去了啊。我想我们今天能够这么有福报的坐在这个地方，跟我们在山上禅修一样，哦，原来这个佛塔刚刚讲了，从筹款建设到圆满，我们有没有参加？哎，一定有，各自角色不一样啊，要有这个信心，所以我们聚会了啊。所以当然我们的希望，这个佛塔不是光在这边，透过你，就像极乐世界在哪里？弥陀在我心。所以你念佛的人是希望每一个人透过你念佛，看到了阿弥陀佛的净土，看到阿弥陀佛的心啊。所以我每次在超度就讲，这个怨魂呢、啊，这个情债债主，这个杀业债主，你怎么感动他？就是用一颗柔软慈悲的佛心让他接触到，请问他会不会感动？一个拿刀子要杀或自杀的人，看到他最爱的妈妈来，他刀枪就放下去了啊！何况是佛陀？所以央杰摩罗杀了990几个人，连他妈妈要杀，佛陀一转过来，那种月爱三昧一进入他的心，他整个都软化掉了啊！佛陀在树下打坐，5个杀手拿剑要射死佛陀，因为阿舍斯王命令了。结果佛陀眼睛一睁开，用最爱的眼睛看他们，5个杀手剑都放掉了，跪在佛陀面前。我们为了钱插死杀死你这么慈祥的人，为什么我们看到你我们大家都软了啊？大家的一些杀心都没有了，升起惭愧心。各位记住这句话好不好？所以我希望你的眼睛，我每次点灯啊，都希望各位把点灯的功德融入你眼神，好不好啊？因为你不要瞪人家，人家就生气啊。我们是用菩提心的眼神在看对方，好不好啊？用菩提心的语言在跟对方讲话，用菩提心的心态在转化对方。所以各位今天去那个佛塔看那尊大日如来清净法身，庄不庄严？又帅！1300多年前盖一个这么现代化、一点都没有退步的庄严的佛塔佛像，从脚看到头，没有一点看不好的啊！还有比这么更飞行最新潮的吗？这个就是佛法的价值。所以我们也必须让我们的心保持在这种状态。所以希望各位呢，就永远把它放在你心里。然后呢，虽然你可能来一次，但是永远在你心里，好不好啊？因为它在你心里，你过去所做的又连接上啊，透过佛。那各位要练习啊，修行人要像古人一样会造诗啊，因为你要把你的心呢、啊，一直展现出那个力量啊，然后呢，用这个心去引导你的语言行为啊，变成非常庄严啊，非常有意义。千万不要小里小气的、小家碧玉的啊，所以各位要养成习惯。你的朋友说，哎，对不起，最近欠你的10万美金还不了，没有问题，有钱帮我拿去慢慢去造佛塔，帮助别人，这个 OK 了啊，慢慢，这个叫好伟大的心，不计较，对不对啊？不计较，不会说你为什么不还我这样子啊？所以你永远要记住，当你学佛了，如何把佛法用在你真实的生活里面。就像我常做比喻的，你老公说，嘿，对不起哦，或是朋友跟你说你老公外面有小三，没关系，爱要扩大，爱不能执着，对不对？希望他爱更多人，这样，那你要这样心里才会自在。你不能说啊，这样怎么办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呀。医生说，某人，我跟你说，你可能癌症第3期，没有问题，愿带众生受无量苦啊！我都是这样啊，因为每次以前他们帮我什么众生苦啊，这样啊，所以痛还是痛啊，但是这个痛马上转成愿承担众生苦。
念一下，愿代众生受无量苦，令诸众生毕竟大乐。就是你要马上你这个苦转为希望众生离苦，所以各位还是要习惯背一些，或是习惯那个思想，习惯那个思想啊，就像放下，放下事情来了，我要放下，这样事情来了，我要承担。哎，厕所去扫一扫 ，OK 啊，因为你要告诉你自己这个，所以如果你不怕痛苦，就没办法。所以我想各位受了菩萨戒，我们现在的对象是什么？整个世界，对不对？整个众生成为我们生生世世努力的目标。所以离开众生世界，我们没办法累积福慧资粮。那福慧资粮圆满以后，就近要来感恩众生了。所以就不断不断不断，生命成为永恒的慈悲，成为永恒的轮回。所以还没有证空性，赶快到净土。证了空性，永恒的轮回。希望各位到印尼来轮回一万次，好不好啊？所有的印尼人都成佛了，你的轮回才停止。那整个法界这么多众生都是我们的对象，那你放心好了，一点都不孤独，因为十方诸佛皆护持你啊，诸天护法非常的拥护你。因为呢，世间人在追求那个，那佛菩萨护法在找那个菩提心人，一点都不孤独。所以各位，你进了明天进了佛塔，这里面都有那些伟大的菩萨镇守在那边啊，加持在那边，甚至无量护法诸天。有一个老和尚跟我说，晚上啊，如果你去拜佛塔，整个天人菩萨都在那边绕。我只能羡慕，我说老和尚，我看不见。他说就是你看不见，我讲给你听，无量天人在那边供养佛塔，礼拜佛塔啊。所以但是各位，你要真的要相信啊，哇，我们只是加入这样而已啦，加入而已。所以那你要自己要把你的心灵的力量完全的这样提升，因为看到佛陀的佛塔，那我们要一直做供养，用水啊，用声音啊，用心啊。事实上你一直供养，你就一直得到加持。请问你对你爸爸妈妈很孝顺很孝顺，请问财产给谁啊？因为爸爸妈妈就是最好的，就是要给你而已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是佛陀的独生子，为什么？因为发菩提心的人很少啊，愿意承担佛陀责任的人太少啊，所以你只要愿意都可以念一下汇入功德海啊。这个佛塔从盖好的那一天，那个时候佛教一定是非常的兴盛，百千万人这边供灯啊、供香啊、绕塔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又点一支香，还是供一盏灯，又融入在这里面。就像佛陀讲的，你用一杯水供养佛，然后只要你想啊，我要布施给动物，那动物超度；我要布施给功德，布施给恶鬼。一杯水超万超度，填充体，一杯水可以超度多少恶鬼队？恶鬼道八万四千。下回要参加短期出家，先考试。一杯水超度八万四千个恶鬼啊！所以一杯水可以超度所有被杀掉吃掉的海鲜水产。所以各位，因为什么？佛的力量啊，你都不会念，你只要供养。所以这个佛塔各位把它放在心里啊，永远放在心里。甚至你明天可以买他们这边的小模型回家，好不好啊？小模型现在很简单，手机拍起来就好了，打开就 OK 了，对不对？请问你手机打开看到你儿子想不想他？当然想，不然你把它拍下来干嘛？你会把它放在手机我、哦、第一面，哦，这是我最爱的儿子女儿，所以等等。所以
那各位，如果你心想的佛，佛的力量就透过你的心就展现出去了。这个是大乘佛教最容易的，你要讲一行道，一心念阿弥陀佛，